伊个圣经，伊新约约翰福音财经，要要定定是要看二十五章甲二十六章吼。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章，耶稣甲伊讲：，各我甲外名是在于我，信我的人随风死，也有要活。既然我来信我的人永远袂死，你信这个吗？第二位的圣经是希伯来书十一章，咱们看第一节到第二节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，信就是所应验的实在，甲未看见的事的凭准。因为伫这个就古早人有得到感觉，咱来读今仔日的经文，就是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六节，来咱台语来读。既然我来信我的人，永远袂死，你信这个吗？用华语，凡活着信我的人，永远如此。你信这话吗？弟兄，这个是要请先华语来赞美。